，SV5 赛季已经过去一半有余了，预计六月中旬 SV6 赛季就要开始了。你们达到王者段位了吗？没有也没关系，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几位不受版本限制的英雄，一起来看看都有谁吧。很多玩家都认为亚瑟是一个没有位移、控制也不出色的笨拙英雄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亚瑟的存在诠释了一句话：一切花里胡哨在亚瑟面前都没有用处。亚瑟真有这么强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一个半弱的亚瑟简直就是脆皮玩家的噩梦，能打能抗能输出，绝对是非常适合上分的英雄。在云中军上线之前，作为峡谷里面胜率最高的英雄，牛魔绝对是辅助英雄中的首选。不要小瞧一名辅助，也不要低估一名辅助在游戏中的重要性，很多辅助都能够带领队伍走向胜利。对此阿力强推牛魔，有控制有位移，完全可以胜任玩家上分。孙悟空上手难度不高，三棒子足以敲死一个脆皮，甚至连一些肉英雄都无法承受孙悟空的三棒子。唯一的要点就是要学会找进场时机，拿孙悟空作为上分英雄是非常合适的，尤其是对于那些不想苦练英雄的玩家来说，因为上手难度不高，所以掌握起来也很轻松。对于上述三位英雄，大家是如何看待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一起交流哦。